朋友们，掌声有请。江油的朋友们晚上好，那今天非常开心，谢谢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。那我想衷心的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生活幸福，万年长，谢谢。那接下来继续为您献上一首我的一首歌曲，祝福祖国，祝福所有的朋友。Oh.
欢迎收看江油李白文化节大型演唱会，以下将为